你们俩吃的呀有点忒认真吧，请吃出一种比赛的感觉好吗？谁先来谁有优先选择权。百乐门你去吧。哎呦，我毕竟是初来乍到。百乐门行。汤圆按顺序吧咱们。谁离台口近谁先来。不就是选第一个吗？我大碗娱乐的也知道。你这样我们要真想作弊也能。你这我们就男的女的都选男的对吧？你这个不是我们作弊。又说了一个男的女的我们都选男的。我们是默契。这个是确实是纯默契。老的少的选哪个？那肯定老的嘛，谁在前面你选谁嘛。人和动物人嘛。人嘛。百灵鸟。百灵鸟真的到处找人呢。麻花一姐人呢？哪有一姐呀，这不都嫁给我吧，嫁给我吧。哎呦，嫁给我吧。我呀跟艾伦已成事实了。就在你们刚才演雕的那一刻。休想。我都想替你们二位吃一点儿。你们俩吃的呀有点忒认真吧，请吃出一种比赛的感觉好吗？很多卡分吗？分吧。你还要吗？卡你太多了吧。我无所谓，我一会儿我赶紧说啥。我俩快吐了。我一会儿吃两口榨菜去。消消费吧。一张吧。一张啊玲啊，吃了老费劲了。两张。腾哥还给你三张呢。嗯，咱们那不是你哥吗？那一刻你们是这辈子最亲密的搭档。你回忆一下刚才是不是我主动站过来，咱们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合作。你是不是比腾哥能更够意思一点？那没有，我跟腾哥不敢比，我不敢超过腾哥，超过他那怎么可能。这胡行啊，忽悠吧你看。又抛弃我一次。哎你错了，他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不可能。海岩来。海岩你走。海岩别拉我。走。我不相信海岩会去。我哥不能。姐一会儿多给你张卡。行。海岩你忘记你曾经被抛弃我们在大街上把你捡回来的日子了吗？我记得，但是第一次咱俩面包车你也把我抛弃了，咱俩平了。